好的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我们家大王的生日，圣诞千秋的部分。我本人呢就计划了要偷偷带他去露营3天2夜，殊不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，而且是非常耗劳力的一个工作。希望 Kim 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你已经汇了50000给我了，谢谢。我现在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准备的一些惨况。我不知道原来车子会被塞成这么满，到底多满？我们一起去看。不好意思，帐篷啊、桌子啊、充气床已经满了大概90%。不好意思，对，就是这么满哦，你们没有看错哟。今天能保命到今天，我觉得已经感谢老天了。谢谢我的爸妈，谢谢我的家人朋友，这么的帮我。这一次我就差不多真的正式要退休了，我实在是太累了我。所以呢，到现在大王的部分，他就是只知道哦，我们要出去3天2夜，但他都不知道要，但他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我真的是女强人哎，我为母则强，真的。所以我只希望今天一切都可以顺利，然后他真的可以开心。不是我都已经弄成这样，他能不开心吗？对吧？然后这边讲个小插曲，就是呢，因为我很多装备都是跟品轩、阿文双借的，就殊不知双方借的那个投影机的东西，现在在品轩那边。因为我跟王姐就很容易在旁边，所以很难支开它，导致现在要请品轩骑摩托车从新庄载那个东西到士林给我。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我已经麻烦他很多东西，尤其是装备大部分都是他提供的。我到底怎么脸皮可以这么厚？来，我在这边郑重的跟大家说，这一笔记在王启军身上哦。你好，麻烦你了。来，这边这位是最照的，我以后叫你礼品照。怎样啊？你看我好紧张哦。怎样啊？现在就有了。你要去露营哦？你有想到吗？我没有想到，好扯哦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好扯，好扯哦。真的吗？你很笑哎、欸，你真笑哎、欸、你。怎么样啊？太扯了啊！可是啊，你看到后面这么一堆东西，全部都是你自己搬的。对啊。看，好扯，好扯。所以要那么晚，就是因为要搬这些东西。对啊，好，但是你现在连露营区在哪里，你张春阳都还不知道。我还在扯。我们后面在这么多，后车厢还满满的。小智，撑住，撑着点。我们已经感受到油门已经吹吹吹了。很漂亮，今天快草地开得很好。然后那一边，对，答对了。好漂亮哦！到喽，下车卸装备，开心吗？开心，超漂亮，超美的，哎、欸，超美的。我选一个最高的视野，很漂亮哎，小狗狗，看这边一只狗狗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好好带大家逛一下，我们先卸装备，因为怕等一下太晚，然后好像那边有点乌云。我们可以先哎、欸，不管是，就算你是寿星，还是要帮忙搭帐篷好吗？啊，是哦，不是一手包办的吗？是不是一条龙的？那好可爱哦。
We used to play house way out in Brooklyn. And in the middle of July, we had a fight. Now I'm looking at this little tent on my pillow, and I don't know, but I wish I knew, baby, where you are tonight.生日快乐哦！这几天吃饭都交给我了，太棒了！那天色还没有完全暗，所以我们晚点才要投影幕。小姐的大王呢？生日对，但我要跟一般我们平常出去露营呢做一些区别，因为毕竟这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第一次自己出来录，对，初体验。对，我准备了这个，然后就是打算就是这样子啊，巴士再来一次。你还在录吗？有，还在。是有点 trouble 哦。这好像那个比基尼的那个。你是说这样吗？不是，反了。啊，请问你是说这样子吗？对，好夏天。你是来到海边吗？对。好，谢谢你的创意。那我们一人关一边。非常的三八哦。仪式感还是要有哦。这边有只超爆大只的苍蝇。吃掉。我就这样吐舌头。我真的会吓爆。巴士有点久。看好可爱哟。可爱哟，来脱一件，脱一件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的表演。现在开始天黑了，然后我们火锅就是打算让一路吃到晚上，而且因为现在山上天气大概20度，就是没有穿外套会感觉到凉，可能要带一点薄外套，但再晚一点可能又会再来更冷，很舒服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大概到这里已经1点，弄了帐篷弄了大概3点。明天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，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有点累了。嗨，山区都一定会有一些蚊虫啊，一些蛾啊，昆虫，就是我们能把它拨开就拨开，然后不用去杀它们，伤害它们，也不要伤害它们。毕竟我们来者是客，毕竟应该对他们来讲，我们是客人。这边营区还有准备那个蚊香，你开心吗？开心，真的吗？开心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就是。来，这一首都是老娘准备的哦。我也是脸皮要厚一点，我还是要自己说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也是蛮累的。希望下次我就有伙伴了，希望下次我们两个可以好好一起准备，而且希望我们以后的装备全部都是自己的。我一定要好吗？珍惜现在我完全不用准备的时刻。废物，好可爱哦！我们也把灯挂上了，好三八哦。怎样？怎样？好可爱哦。生日跟圣诞节一起过啊！这个灯关掉的话，我会有不同的感觉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，很有 feel 哎！谢谢你们。原本银主已经端了我们一人一杯热的奶茶，结果过没多久直接端一整壶。这个银区拜托大家来报，会不会到时候开饮料店？会不会最后给这个给到亏钱？来到你最兴奋的时刻喽、是什么？十味鸡汤！哇哦，汤 PK 喽！谢谢 Simon， 谢谢，谢谢雨霜的投影幕哦，让我们有大荧幕高品质的体验。你们有听到有人在唱歌吗？来，大家听一下。还有飙高音的部分。好的，如果没意外的话，银主是跟我们说晚上大概10点多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安静，就是最高品质静悄悄这样。但我没意外，我刚看那个飙高音那组好像就是银主本人。对，真的是蛮幽默的。对，银主不知道是10点多了，不是是12点了。来表演秀。有哎、欸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现在人在首尔。你超像章鱼的，哎，怎么来 啊？不好意思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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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有哎，Elsa，
好不好笑？没有观众，没有掌声，你就是小丑。现在已经是9月17号了，现在是12点刚过。哎，你的眼里现在只有礼物，没有我。没错。这个不是我一开始想到要送的，但是我那天逛街逛到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件好可爱哦，那不然加码送给你好了。所以我这次有帮你少带一件裤子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不知道，因为衣服都是你在整理的。各位，你们听到了吧？为母则强，我真是心脏很大颗。可爱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你到，你转这面。它的配色，它另外一个配色是黑白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，我觉得蛮适合你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但你平常还是要买衣服给我。好，那你有印象你去年生日的时候啊，我是不是有出一个谜题给你？今年一样也有，你要透过这三个线索，然后解锁这个东西。好酷哦！你现在把应该是有点卡住了，你示范一下。对对，是卡住了。对，好，不知道你解不解得出来。你抽第一张给大家看一下。有啊，这是我出了谜题。第二个给的提示是这个，第三个提示，这个好像图案了，黄色的字卡。这是猪，这是 D。我先把 D 先确认。好疗愈哦！天哪，入最久的该不会就这个吧？哎，你解完会不会生日都过？我已经18号了。不要吵。东南西北，东没有西耶。没有西 C bird， 那就 bird 就好，那就一个小鸟就好了 ，bird 啊 B 就好了。可是你英文有没有那么强？好啊，那我就先以 bird 来讲吧。东南北就少一个 C 啊 ，C B D 吗？死肥猪！来，请讲一下正解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你正确发音一下 ，CBD。来，请告诉大家为什么是 CBD 呢 ？CBD。这边偷偷告诉大家 ，CBD 是我们比较私底下他的称呼。屁呀、啊！你很烦哎、欸！我想说这是什么感动的英文字，我已经想要感动去了。好酷哦，这个好酷哦。有嘞。